觉得所有的老师他所教的东西都必须是跟他自己有连结的。那如果很幸运的话，老师们会很自然的在课程当中找到自己的喜好，找到自己适合的点。那如果不能的话，你就得要去把它挖掘出来。我希望的是，我的学生们他们有没有可能透过这个拉邦的练习题这个课程，让他们的身体有一些不一样的样子。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回到最根本的地方，试试看用拉邦的方式去探索身体跟肢体动作的可能，做一做他们其实没有机会做过的动作，也看看自己的同学可以在老师的课程引导底下有什么不一样的风貌。在舞谱里面，拉邦他去做了一套动作的分析，他把动作的一些元素解构出来。基本上要上这个单元的老师可能对拉邦还是要有点理解，首先当然是包括拉邦这个人，他所身处的时代，他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。第二个部分的话，可能我们自己对于拉邦是有一些体验的，你要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，他所谓的空间跟身体大概是什么意涵。然后拉邦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，对于人而不只是对艺术，它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。所以我觉得老师们其实很可以花一点点功夫去理解这个人、这个事情、这个人的艺术，以及艺术可能影响的面向，因为它其实是非常生活化的嘛。空间它讲的是动作的大小范围，它指的是水平高度，甚至它指的是轨迹这件事情。例如说，这是一个打的动作，但是我也很可能更远的地方去打，它的范围就会不一样。我可能弱弱的举手，我也可能动作大大的用力的举手，然后轻轻的拍，跟非常非常狠狠的死命的拍又是不一样的。一个人拍跟两个人拍也不同。好 ，A 举手，好 ，A 请 A 请站好，好，然后 B 请站在他身后一个手臂远的地方。我们来做影子跟镜子。镜子游戏其实是剧场里面一个很常进行的游戏，它大概就是专注力、观察力、模仿。但是我想对年轻的学生来说，有时候直接玩镜子那还蛮尴尬的，你要跟一个人面对面，然后可能要眼神对眼神，然后你要跟着他的动作，同时也会有别人看着你，别人盯着你的动作看，那可能会有点焦虑。所以我通常会在做镜子之前先做影子，让他们先放松，然后可以专注在自己的动作，然后可以专注在跟随别人的动作，而不见得会有眼神交汇。所以我常会提醒的是，你跟着你的伙伴要距离一个手臂远，所以你们不会靠太近。那第二个是把你的眼神注意在对方的后颈部，所以你有可能用眼角余光去看到他的其他动作，然后告诉他说，如果今天你没有带好他的话，或是他跟不上你，很可能会是你的缘故。所以你可能试着要让动作慢一点，让动作大一点，让动作在空间上面可以被他看见，然后他可能要是连续的，而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改变。我觉得如果说影子跟镜子，它的重点在于专注观察还有动作跟部位的可能性的话，那么松紧带可以做的其实是空间的部分。八、五、四，加上你自己的身体，三、二、一，请加带。那我自己通常在操作这个课程的时候，我先会让他们运用身体加松紧带去呈现不同的注音符号、数字或是英语字母，所以他们有机会在类似游戏的情境之下去使用身体，去使用松紧带，或者说我们会说，你的身体加松紧带要撑出几个尖角。他为了达成这个目的，他在做一些平常不会去做的动作，他会呈现身体不同的线条，可是他有机会就会建构新的体验。所以我想，我都会建议导师们在做这个课程的时候，其实你可以循序渐进，而且是从比较游戏式的开始。如
Y 跟 Z 它们连接在一起之后，它就会让动作出现不同的元素。例如说，第一个叫做 Ring， 扭拧，用力，然后连续。所以我今天动作要用力，连续，但是方向不断的变。方向右变，走，轮流，轮流连续，走吧。开枪它是一个直接的动作，它是快的，它是直接的，而且它可以是有点竞争性的，我操控你，然后你操控我。当我们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我发现是他很忙，可是其实我也很忙，因为我在观察是这个孩子的身体可以有什么样的变化出现。那等我们用完开枪这个游戏，做直接，做图，然后做定向了之后，那我们能不能做一个相反的东西？所以后来我们做的是飞镖，因为飞镖你虽然在出去的时候它貌似是直的，可是它其实有一个不定向的方式出现，它有可能会更慢一点，你有可能用嘴巴射飞镖伸出去，你也可能用膝盖、用手肘、用各个不同的地方发暗器，它就有可能会更有趣，但是还可能更难。所以我常会试试看的是能不能够透过游戏让他们假装，然后让我们体验这个身体的动作，先体验过后，我们再来解说跟分析。不要急，慢慢做，用力，扭毛巾用力，头也可以，脖子也可以，边甩拉长，边甩膝盖也可以射，边甩，风从你的肩膀吹飘，全身跟着带动，风从背往前吹飘。漂浮，看到了吗？滑行，有看到推吗？它不断的旋转，通常就会不定向。有没有他的手在扭拧？有看到 punch 吗？打。这一段好像 punch 比较少，对不对？最早拉邦做动作分析的时候，他是希望能够帮忙记载物谱。可是它后来也变成一种很重要的动作分析的方式，而透过动作分析，我们有可能让自己的角色是更不一样的，让自己的动作是更不一样的。我今天想要做的是警察跟他的犯人之间的练习。现在找一个新的伙伴，一个当警察，一个当犯人，可以吗？找一个新伙伴，请开始。他们模拟一个是警探，一个是小偷，他们在跑，在追，他们在挡住彼此，他们在彼此窥视。那他在你彼此窥视的时候产生的一些行动，他也很有可能就表现了这些动作表征。那个人走到你身边，他可能是，他可能不是。仔细观察他们的走位方式，他们走路方式，他们走路会定向还是会不定向？他们会不会走久就停下来？速度会不会改变？所以当我们看到有警察要去追小偷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们两个都其实都很快，然后他们都会很直接的急着要冲。但是当他们还没有现身之前，就是躲躲藏藏，他是不定向的，他的动作其实是比较轻的，以免打草惊蛇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当初会想要用这个桌游作为一个譬喻，然后再进一步的来做课程的练习。对我自己来讲啊，我一直会觉得戏剧还是比舞蹈更生活化，它更贴近我们的生活，更真实。然后给他一个角色，给他一个情境，让他去想象在这个情境当中，这些角色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动作。那经过想象之后，他们会把它做出来，所以慢慢的就会建构那个剧情、那个情境跟那个角色，他会把他的认知把它立体化，把它视觉化。动作，你在丢球，你在做一个动作，让你的伙伴去补动，让你伙伴去接球，这个譬喻懂吼？所以同理可证，如果别人跟你讲柳橙汁，你可能反应就不会是，这不太合理吧？柳橙汁是蛋饼，你知道要加葱。让我们回归简单，就是一个点餐的过程。
可是我希望的是你们用不同的角色来诠释它。所以请协商一下，你们谁想要当 A， 谁想要当 B， 谁想要当 A， 谁想要当 B， OK。 然后呢， A 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客人？思考一下你们的人事实地物，你们是谁，扮演什么角色，然后你们在什么样的地方进行这一套点餐的历程。想法就是犯人都是很偷偷摸摸的，可是我在我的世界里面，犯人就是非常大方，就是非常爱演戏的，就是想要让警察抓，可是又抓不到那种。他就会常常就太很嗨很嗨，然后你就感觉如果你不嗨的话，就会觉得哦太单调或者怎么样，所以其实自然而然就会跟着一起嗨了。就可以把这八种特征就是放进去你自己的戏剧里。就是让一个戏剧就是动作更明显，就是更有那种感觉。如果扮演一个很凶的人，我特别去呈现那个击打的部分，可能就会更加重，更让他进入角色那个状况，或者是更生动。爱生气的人啊，或者是什么的话，可能就是punch的部分就会比较多。然后如果是那种被领导的人的话，可能就是会比较滑行，就是会遵照大家意见。在拉邦这里面，它只有这八种东西，就是轻重、定向、定向不定向跟连续不连续。但是在后来，我们还有加上是，比如说情绪的展现，或者是肢体大或小，可能在拉邦里面也有讲到。但是我们会从后面的课程当中，我们能够更多的去把它凸显出来，然后更能够知道我们想在这一段的呈现当中，我们想要表演的是什么，而不是只有那八种，然后感觉有点模模糊糊的样子。每一句台词有不同的念法，那这个念法背后可能会带着什么样的潜台词，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内心话，所以他们有机会学习潜台词如何改变它外在的口语上的台词，乃至于改变它的动作跟行动等等。然后等到他们台词顺了之后，我们再思考一下，那什么样的人会用这样子的方法讲这些台词？或者说，我们跳过来换另外方法来做。如果说今天有一个角色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找一个人哈，例如说蜡笔小新好了，蜡笔小新如果来讲这台词，他可能会是什么样子？然后花轮如果来讲这个台词的话，可能会是什么样子？那这个个性他本身如果要拉帮动作、尽力动作分析的话，他又可以怎么分析？所以我想老师们其实还是可以透过很多现实生活中孩子们的经验，然后引导他们进入这个文本。所以未来
我们就可以再延伸的是，那你的现实生活当中，你觉得你的师长、你的兄弟姐妹们，他们可能是哪一种？你自己是哪一种？然后你现在在遇到这样的情境里面，例如说你要跟你父母亲协商事情的时候，到底 Punch 这个角色比较可以帮助你得到你想要的，还是说漂浮这个角色可以，或是滑行是比较可以的？所以他们可以再一次的用戏剧的方式去模拟现实生活，然后就会发现，嗯，拉邦他其实不只是一个纸本上的东西，他也可以是在现实生活中非常有效的工具。